对我的挑战还是蛮大的，给我一点点戏，我所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就是一个挑战蛮大的叛逆少年。那其实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找到感觉，而且我没有在系统的时候表演，那在这个途中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导演、王俊斌老师、梅老师，就是跟他们合作，然后就是打开了我对表演的一个新的概念，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的时间照顾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电影。